黑奶妹天然，乌克兰吃俄国羞辱。就是这对豪乳，竟引发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口水大战。28岁乌克兰美女萨琳拥有34K 豪乳，她最近被俄罗斯选为最天然美女，但乌克兰怒斥俄国此举根本是在羞辱乌克兰，并指萨琳的秘密是假的。乌克兰选美专家说，俄罗斯选她只是要他们把鼻子塞到她奶里。对于这场口水战，萨琳表示以自己的胸部和头衔为傲，对政治没兴趣。动新闻天人的雄厚报道。